三位主持人哦，咱的彭恰恰，咱的许孝顺，咱的苗可丽大姐，咱是从江夏赶出欢迎的二号。哦，许孝顺那是彭恰恰来主持的。我叫大姐，我是看你高小姐，你要说句大姐，那对了。OK， 啊，咱的叶局长哈，大吉叶局长，还有咱的观光旅游局，咱的林副局长。啊，各咱的蔡英文议员、李推之议员，各咱台前路咱的老主委吼，各我接下来咱柳营洪将军，大家阿妈大家好。今日咱台前路的头前吼，伫这个所在，来今日呢，咱的超级夜总会在纪念咱的吴俊怀先生吼。百年蛋的这个金龙会吼，真是如意啦吼。啊，我带你赢，较早我伫台南关渡副本店的时吼，咧上班吼，拢是赢到柳营到新营，一路拢甲赢，过来对唔对啦？稳赢，稳赢，我真是稳赢了对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呢，咱讲非常欢喜，啊，特别这个所在吼，代表咱所有市民，感谢。咱超级夜总会嘞，基本即个有意义即个活动吼，啊，我知影咱嘉义，咱的秋日艺人吼，咱甲咱办多嘉义啦吼，我来甲秋日艺人代表啊，放我一个好唔好？哦，我即个先生呢，唔是干那咱台湾的报，是咱讲是台湾的报啦吼，我要甲咱稍微报过一下，我即个先生甲我介绍拢是哪医生呢？拢是医生呢。啊！伊做正是咱的歌吼，本来你也喜欢暗淡的月吼，你较想嘛是你一个人好，我拢出爱情，但是我拢做了拢无错。啊，真欢喜！啊，但讲了我差不多四月份吼，来这个吴静海，这个船上工作室的成立的是咱的吴老吴太太吼，吴妈妈咱的高小姐闹来，高小姐，师母啊，师母，我们过来过，我有够感动，谢谢。吴俊怀老师的日本来台湾参加一个音乐会评审，啊，看来下边吼是小姐足水，啊，即我着等个日本的时候，舒舒凉凉的，啊，四冬了，搁等下才出去呢，再出了就回去，再出了就回去，再出了就回去，小姐姐在看，看来在订红包，肯定有了。我啊，讲他那么快，还是这样。啊，真来着，金贵四当，啊，所以这家的，咱的这个台湾来做，所以其他就咱这边吼，有一个公司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啦，吼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条利息哦，就是这个钱哦。有啥呢？啊，恁是不要那处理，我介绍就好了吼。啊，所以咱今仔日咧，甲伊加一个咱的有名这个歌吼，叫《无私晴天》啦吼。是咱讲特别的，对咱这个吴老师吼，经常过来过去吼，特别是这个歌，咱们就感动。所以我伫遮呢，我来再度感谢一下咱所有用心的这个歌仔，咱希望呢，就由咱柳营人，咱的六日热情，互咱今仔超级夜总会，咱的收视率创新高，好唔好？好。老师的歌咱都得去听啊，听好些啦，
好，如果你參加呢個活動，時真驚開時間，一定會係你真係見會花錢之前的時節哦，哇，波開換時的。还是非常受欢迎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来欢迎谢怡君、薛天贤。哦，好棒好棒。